来啊来啊！你昨天有消息啊啦？系啊系啊！感情阮一切有消息啊！嗯，是啊，你等这消息等真久啊吼，我来帮你看内底啥啥。哎呦，看什么小叮当啊？这么正式文件你拢看有？哇！啊，是咧换衫，佫突突叫。 拢英文呢，，是 New York University， 什么药？高岗药。这都是证明讲哦，阮子倩是伫美国纽约大学伫学美术啦，伊是美术系的学生呢。什么美术系？嗯，佮袂使袂啥物事？ 你这真歹笑，真歹笑，你唔才真歹笑，真歹笑。来，看麦，这是啥？对，袂啊。This is get out 车本道，点点啦。 这张就是哦，纽约大学就学证明啦，会当证明讲阮子倩哦，捌伫咧这间大学读过册。哎，咱找到这张的相片哈，细的张，就咱是讲也母个拢看袂出，啊，无彩恁袂开遐侪钱，啊，处理到这个哪样的？没啦，遐靠钱啦，恁袂绝对袂当哄骗啦。对啦，这还靠钱啦，啊，是想去调查呀？你问到谁啊？ 哎，这个小姐袂歹呢，下当来这个有一张相片啦，我看看第一次该无得靠人个钱啊。这都是我的纸钱，谁做这尼啊水啊？闪啦闪啦，看落去，新麦啊！ 你哦，看真足看麦，看这内底有啥物写老高的无？哎，唔对呢，这样看起来，子倩大学敢那读两年尔，根本就无毕业啊！这要哪样呢啊？ 哈？大学读无毕业，落去遐老教授相带走，还佫找无人。哎，这个老教授真妖秀呢，老牛佮白幼官棍，迄二十外下才哪敢背落？哎，阿大，阿这毋着佮你进前初出场的拢二十几啊，差不多。哎，迄曾经拥有佮长期持有要哪有共款呐？ 表面上看共款，其实动机完全无共。恁爸是咧做祖先，看遐查囡仔生活咧艰苦，跳到去点出大份饼经济，哎，个老教授伊也夭寿啦，共接掉佫袂生卵啊！恁都拢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哎呦，啊，今日是咧创啥啦？ 我要来去林家问候清楚，问看因是安怎对待子倩的，哪有一个好好的查某囡仔，大学都无毕业，都甲老教授相带走。嗯，这也着讲，一定叫人搞到的啦。对啦，是啊，我支持你啊，总代志哦一定要问清楚。咱唔过因流血啊！哎呦，我你即马即个情绪，你林家是要共相思呢？ 万一若拆破面，会后摆合作就歹瞧啊嘞！我即摆已经无度过遐尔济啊啦！哎哎，哦，你起早人翻呢，我已经地来，来来来来，恁老人家讲的啦。孙女，美华，你来来？安怎？我敢袂当来啊？孙美华。
阮是对你客气呢，啊，你真正把阮家当作恁家，想要来就来哦。好啦，我就当作你无名无皮，就爱去人家做人客啦。啊，不过你人来，花手无扎就准拄煞，搁结一地遐尼大地，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是嘛，来来来，咱先入去啦，吼，来来，你个只讲啦，吼，回去啦，大家人拢在家，无家就走回去啦，吼。恁想会当甲我讲，是安怎子倩读大学，敢那读两年尔，无毕业？迄天我问你的时阵，你阁甲我讲子倩人伫咧美国过了真好，敢有影？我啊，顶下子倩去看你的时阵，毋是已经有甲你讲，子倩伊甲一个老教授做伙，啊那安尼是安怎？迄天你毋老实甲我讲，我着惊你会冤好啊！我问一句，恁都讲一句啊！恁这款态度，我当然怀疑恁到底是伫温麦下。啊，是讲是伫替某某人暗砍啥？啊，美华，当年啊，你著坚持不爱和阮斗三工啊！啊，看你安尼，搁要上班，搁要顾子倩，实在照顾袂来。阮做袂用个等下，不爱管你，目睭金金，看你满囝伫遐艰苦啊！是啦，我拢知影子倩是你的命，啊，不过当初时。社会局都已经插手啊，我嘛是无法度。你阁有面讲？是咪啊？啊，国经营虽然讲较无主见啦，啊嘛野心气骨啦，啊每一人吼应该是袂讲白贼啦，你著相信一遍啦。你点点啦，你若阁喊人搞话，你出去啦。哎，啊！你这个查某，哪会这么爱颠倒是非啊？你家己无在调饲囡仔，啊，煞伫遐杀人化救人，你这明明就是咧甲我找麻烦的嘛？那呢，我问你咧，子倩转来林家了后，我是安怎都毋捌看过你来看过伊啊？你想想，姑姑讲，无子倩你会死，啊是安怎？你搁规张好好徛伫咧遮？搁要甲我讨你个查某囝，讲你是真心的，谁要相信你啊？真正是袂见笑。你搁敢讲？你袂去动手，你啥物威胁我呀？美华，但即马是安怎？恁监护权的官司已经拍赢，恁搁找伫个遮创啥？恁是无看到我伫个遮当场起笑，恁是唔敢关心？阮毋是想要甲你抢囡仔，阮是为了子倩会当有更加安定的生活，嘛想要减轻你的负担。子倩毋是我的负担，恁凭啥物替我做主啊？李华姐啊，啊，事实你都已经无才调，然后饲囡仔啊，啊，子倩嘛已经生到无剩几娘嘛，啊，国庆还佮有妈，看了拢足唔甘的。你给我点去，宋明宏，就是你伫遐使弄的啦。好啊，恁林家无要给我一条活路行，不要紧啦。大家老头老尾相对着啦。李华姐啊，你无代志哦？你是要来要创啥？李华姐，拄只嘛，甲国庆讲，你会当随时转来看子倩。你袂当作是真的吼、哦。
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子倩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当然嘛会常常回去看伊的。我感觉安尼无啥好呢。你嘛知影，阮子孙也袂大只，伊足无大个。你若三不五时转来看子倩，你离开的时阵，子倩若哭，会去害着子孙拍着惊呢。我都要加用搁较侪心力去甲伊安搭，啊，到时我的心情就会足歹个。我的心情若无好，子倩就温衰啊。伊敢若是一个囡仔尔，咱大人的温暖，你哪要去牵拖着囡仔啦？你嘛知影，带囡仔是足忝的呢，啊，家己生拢无一定疼的入心，搁较莫讲是别人生的，你都莫为难我啦。你哪变甲安尼啊？我已经完全都袂认你啊！因为我较早敢若是一个人。什么都唔捌，啊！不过我即马，我有我的家庭，我有我的囡仔，我当然嘛要尽全力来保护属于我的一切。搁再讲，你即马算是一个外人，我哪有可能给你这个机会来破坏我的幸福？人总是爱向前看的，总袂当亲像你同款，如我。我回去了，宋玲珑，你不爱子倩，你可以让子倩恨我啊！我会带伊离开，我会带伊走到远远，要甲林家有任何的交叉。敌人敌面不敌心啦，你即马安尼讲，但不以后，你袂带子倩回来抢财产啦。而且子倩是国庆的恨妹，伊一定爱留伫个林家，安尼林家。才会当算完整。你一个灵魂，我准备走，我叫你命啊！好的阿杜，这个角度看得较清楚。你讲什么？看清楚啊！你若是搁敢来林家，你来一届，我就会让子倩痛苦一届。我会想各种的方式来凌迟子倩，让伊看到我，就会惊到闪尿。你要什么？林国庆甲伊妈妈，我绝对袂目睭金金看你安尼做的啦。伊若是知影你这么恶毒，我敢保证。你的下场会比我更凄惨的。我敢会这么讲啊？我一定会做到天衣无缝，让因无话通好讲啊！别凄惨，你家己一个人凄惨就好啊。你这这么侪年来，拢唔捌倒来厝内底看过囡仔，到底是啥阮做你安尼做诶？玲珑啊，你还做出这种代志啦？哦，实在袂堪要气呢。世间上哪有参像你这种比鬼搁较阴天的查某人啦？食果子唔知拜树头落山，挂树头站来做火烧，茶壶搁摕做肥料。欸，阮心内好凌厉到安尼呢？你哦，真正毋是人啊！无你即马无想要甲林家合作啊？莫合作，莫合作啦！恁爸大无囝呢，为了要甲你合作，看阮是咪互你糟蹋，互你凌迟，恁爸甘愿袂啦？